为我逃，愿言配得兮，携手相将。不得与非兮，使我沦亡。八哥生气了？是啊，我看到晴川跟四哥在一起，看那样子很亲热。不会吧，四哥整天玩弄权术，怎么会看上一个宫女呢？哼，那也未必，四嫂这人那么强悍，换了哪个男人受得了啊？再说了，上次四哥还不是为了她才跟八哥起的冲突。要说他们俩之间没什么，我也不信。可恶，真是太可恶了。奴婢参见三位阿哥。晴川本来就喜欢勾三搭四的，他跟四阿哥的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。你来干嘛？奴婢是奉西嫔娘娘之命给八阿哥送点点心来。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八阿哥，晴川不值得你为他用真心的。一个月以前，我就看见他跟四阿哥两个人在一起卿卿我我的了。后来四阿哥娶了亲，他才把目光转到了你身上。像这种朝三暮四、水性杨花的女人，怎么配得到你八阿哥的青睐呢？在这个世上，能配得上你八阿哥的，怎么说也得是一个貌美如花、冰清玉洁的好姑娘啊！滚！哎呀，自找的。八阿哥，你再不走，我杀了你！哎呀，哎，好了好了，八哥，何必跟一个奴婢生气呢？不就是女人吗？有的是。今天晚上孟仙君我请。走。哼，哎，八哥，八哥，八哥，干什么？你没事，我走了。啊！你干什么？啊！啊！你这蠢女人，你居然敢愚弄我！我哪愚弄你了？你弄疼我了！放开我！你别哭啊，你坚强一点嘛。好了好了好了，都是我不好，我以后肯定不碰你了，行吗？哎呀，我求求你别哭了啊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